用烤箱的巧克力蛋糕，如果喜欢的人爱吃巧克力，一定要做给他。巧克力夹心饼干分成夹心和饼干，饼干压碎后加一点黄油或者牛奶搅拌均匀，倒进模具里压实待用。直接在锅里加入奶酪、糖、牛奶、刚才的夹心，小火加热搅拌均匀后加入吉利丁片，全部搅匀后倒进模具里冷藏三个小时以上。表面筛一层饼干粉，简单装饰一下就可以开动啦。我用的巧克力夹心饼干是纳宝蒂最新上市的，它用的是印尼原产的优质可可豆，巧克力味更加香醇正宗。听说李雪琴也推荐过呢，单独吃也是香脆可口，不甜腻，姐妹们可以冲。